带着冠军争夺战，左边是武汉小黑，右边是武汉鸭王。那这场对局冠军是3500，亚军是2000块。大家觉得今天晚冠军是小黑是鸭王的？小黑目前手上有3颗币，鸭王手上有2颗币。两位选手都是刚好都是来自武汉的，武汉德比战，谁赢了谁拿3500，谁输了谁拿2000。我开个预言啊，朋友们。今天晚上这局来自小黑对战鸭王的比赛。小黑现在是 K 大使对战鸭王的八神安，目前鸭王是掌握场上的一点微的优势。机会来了，小黑跟上重中龙，中上跟上去再踹一脚。那现在小黑跟鸭王回到了中间站，都剩下2个人，2管血。小黑拿冠军就好玩了啊！小黑也缺少一个冠军来证明自己了。今天晚上这个比赛阵容，说实话也算是比较代表了，也是有含金量了，是吧？好了，这场对局来自于小黑对战鸭王，大家外套本场比赛，小黑还有一口气。鸭王跳鸭，小黑抢刀，表现住，我擦，没想到吧，变成这个样子。不被包揽下去，还剩下一个赛斯。还是当真啊，现在小黑打起12分小心，但是没啥用啊。那双方的阵容的话都是一模一样啊，都是使用赛斯来守底。武汉德比战用的人都是一模一样的。哎，你看，我也知道这个习惯啊，你不喜欢玩这套吗？我也来了，来喽！现在这套连招是打出一套死了。小黑拿下了鸭王一币，那么现在鸭王还有最后一个币了。难道说今天晚上冠军就这么快就分出胜负来了吗？鸭王最后一个币，一币鸭来了啊！小黑现在3个币，3个赛点，你让他怎么输？你让小黑怎么输？3个赛点啊，水平如此接近，一币鸭来了。欢迎淡若清风。大耳清风啊，好久不见你了，兄弟啊！这场对局你值得谁的人？欢迎小娘子，晚上好。这场比赛呢是来自于小黑对战鸭王的对局，大家晚上好。我们现在正在给大家带来是拳皇2000这场武汉德比战，两位选手都是来自于武汉的啊。小黑目前三个赛点。三个赛点，你让他怎么输？是吧？3个币，2个币换1个币啊！一个月没看了，忙啥去了？看小姐姐去了。体力魔动，可惜呀，没忍住了。突破破网膜，没中。你我勒个去！这个头技再次召唤出自己的原状。现在鸭王用自己的葵花点解决了小黑的 K 大事，后面还有一个赛斯留给鸭王吗？今天晚上冠军是谁的？开机神五元柱，小黑现在还是尝试用张身来好鸭王，果不其然断出了绝孙脚，漂亮！难道说小黑要拿到冠军了吗？兄弟们，恭喜小黑拿下了鸭王的八神，还有一个赛斯呢。鸭王现在很紧张，对方的赛点局啊，还有一个 K 大师，还有一个赛斯，小中微空完美，武汉好凶龙，对方空中力变得。那现在场上来说，赛斯还是接近满血的血量，主副优势打一个反三局。小黑说：“我要打一个反三，鸭王一定解了枪，不行，厉害。”
好了，现在是上下起脚啊。总长在这外侧出来，小黑再次给自己补出了一个保护的援助，加成点以后，亚王小跳重拳压了一下没成功，现在小黑的判断非常正确，对亚王他也非常熟悉了。好的，亚王叫援助给自己挡枪，援助真的是这钱没白花呀，关键是不是真的上啊？后跳吗？亚王现在血量不及对方，时间上对他非常不利。哎呀，又是环境跳圈，现在亚王只剩下一个赛斯了，对方回血接近满血了，对方虽然说没回到满血，但是跟亚王血量相差无几。 OK， 现在是小黑赛点局了，大家觉得小黑能赢刷个六啊，觉得亚王能赢刷一个九啊，有小姐就好了。恭喜亚王拿下了宝贵的一币，双方打成一比一平。那么现在是小黑还有两颗币，小黑还有两颗币，亚王还有一个币，一币压制力难道说能够逆转乾坤翻盘小黑吗？觉得亚王能赢啊，出个九，觉得小黑能赢，大家刷个六。你觉得冠军是谁的？在小黑打的也非常猛啊，双方用的人物是一模一样，晕了晕了，不死也是晕局啊。小黑也是需要一个2000的冠军来证明自己的实力，现在场上来说是小黑占据场上的有利局面，他现在只是三个人打亚王两个人，三个而血，然后现在黑大师还是不是特别的着急，哎，拉开距离，小黑缺反的话，这是没有责任的一个套路压制。小黑现在三个援助，好的，亚王叫援助了，不用夹击，上大招，连锁系统超必杀技 ，KO 对方的首发霸神安，啊，好激烈，是不是？好激烈啊，好精彩。喜欢咱们这个主播的朋友，大家给我点点关注，可以吗？给我点点关注，也可以加入咱们的粉丝团，朋友们。本场比赛开本节啊，开本节。抓头，火照成功。那现在 K 大使，对战对方 K 大使，叫援助，回打击。不用这招，我也会用啊，亚王。只有你会用吗？现在是小黑的赛点局，小黑。赛点局了，小伙伴们，亚王只剩下赛斯，哎呦，从后面顶他，顶顶顶，这个小黑好疼，亚王现在再次冲出压制，打得要不要再来个浪身，下飞一冲还要堵对方魔血，小黑防不住了，哎呦，打缺反，这招可以看波了。咱们可以帮我点点关注，点点关注，可以加入咱们的粉团。想在家里玩这个竞技游戏兄弟呢，点开直播间下方的小黄车，看一下咱们的潘多拉游戏机，带了两个摇杆，带了5000个游戏。小伙伴们啊，欢迎回到本场对决，来自小黑的赛斯对战亚王，又是当身。哎呀，小黑不过没事，现在小黑被打到3气满了，他可以爆金身了。亚王不给他机会了，我操！亚王反败为胜，我你妈！亚王跟他打到 S 局了，小伙伴们 ，S 局打出来了，双方的赛点局，给亚王刷个赞，好吧，刷个赞，点点赞。真的是惊心动魄，一个失误就是满盘皆输的局面。现在场上比分来到了双方的赛点局，都剩下最后一个币，谁赢了谁拿3500，谁输了谁拿2000啊，1500块的差距啊！这一把1500，这一把相当于一个币1500。两位来自武汉的高手。你觉得谁能获胜？我开个语言啊！现在，李木诺，
我靠，这个让你跳，让你跳，我让你跳，我让你跳。小飞现在很后悔，为什么我点的赞成，我跳的干嘛呀？欢迎安静七大佬，欢迎贝特，欢迎富贵虎。今天晚上对决看的真是没有白熬夜，朋友们没有白熬夜啊！看到这么精彩的比赛，现在对方是大师又被亚王压制成功，亚王再次火力全开上了八对女超飞大地，怎么办？小黑现在一定要防，哎呀，真的是防了，防住了就要抓你，一个戏封之后马上确认八字女，亚王已经嗨了。亚王说1500、3500，我的小黑现在被亚王打成1.3了，但是小黑现在还有4个援助，亚王你搏一次啊，压制亚王，法神现在被敌方拖到下盘，清泉滑铲再次叫做援助解围，小黑给自己补援助，现在小黑援助非常多，而且他是蓝血的，在自己身上，那现在亚王还有两管血，打小黑的一管血，这一比谁赢了谁拿3500，谁输了谁拿2000。哎呀，众生龙胸罩在哪里，带谁飞，哇操，牛屁，恭喜亚王拿到冠军，给亚王点个赞，小伙伴们